在1970年，有一个电视节目启播，改变了无数人对信仰的看法。权能时间，这个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们要高兴欢喜。特别播放萧律柏博士的事工，教导新一代透过神的爱，你的伤痕能够转化成圣光。这个意念就开始了当时最受欢迎的励志电视节目。今日权能时间继续使命，以新的声音启迪新一代。当你信靠神，没什么能够阻挠你。萧伟柏牧师要鼓励你，他的信息能够给你人生有新的视野。无论你的境况是怎样，面对什么障碍，这一小时是你的权能时间。各位权能时间的朋友，早晨，母亲节快乐，愿神的爱和祝福与你同在。我祝愿所有的妈妈每一天都充满喜乐，身体健康。今日我们祝愿各位朋友母亲节快乐，我们爱我们的妈妈，你们的养育之恩和教导引领我们在生命做美好的事。我们的妈妈牺牲了自己，每一日只是为子女有更好的成长，我们为此非常感恩。我们爱你，因为你鼓励我们在开心和失意的时候，你真是我们伟大的母亲。在此仅代表每一位子女，我衷心多谢你们的教养。请你知道，神爱你，我们爱你。在圣经诗篇第90篇第12节，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今日萧伟柏牧师的信息是珍惜我们的时间，他鼓励我们用多些时间放在人生里面重要的事情上面，培养好的习惯就是每天向神祷告，学校主耶稣实践独处，有安静的时间去亲近天父，背诵圣经的经文，去教会崇拜，以及和家人和朋友有好的相交。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当我们培养了这些好的习惯，人生就会充满了神的能力和智慧。人生苦短，我们在世的日子有限，让我们珍惜岁月，特别是与神、家人和朋友的时间。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我们的节目是双语广播，如果你的电视机是有励音设备，你就可以选择收看权能时间，以英文原声或者是广东话配音。这个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。早晨，欢迎到访的朋友和教会的家人，今日能够和你们一起真是好。耶稣的牺牲不单只是为了救赎我们的灵魂，也是为了医治我们现在这一刻的身体。今日请相信，因为他受的鞭伤，你得到医治。我们爱你。阿们。好高兴你今日和我们在一起，让我们以祷告开始。天父，我们非常感谢你按照我们的本相来爱我们，你爱我们好像爱儿女一样，不是奴隶，而是你的儿女。我们感谢你神，我们侍奉跟随你，因为有喜乐和归属感。天父，我们祷告今早早你使我们的心明白到怎样有智慧去善用我们的时间，使生命更加之有意义。主啊，我们爱你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每一次我们在这里相聚，你都见到我祷告，你会倾到你的祝福给每一个听见我信息的人。
主啊，我哋爱你，我哋感谢你，奉耶稣圣名祈求，阿门。阿门。阿门。请同身边嘅人讲，神爱你，我亦都爱你。
嘅信息系马可福音一章32-38节。傍晚日落的时候，有人带着一切害病的和被鬼附的来到耶稣跟前，全城的人都聚集在门前。耶稣治好了许多害各样病的人，又赶出许多鬼，不许鬼说话，因为鬼认识他。次日早晨，天未亮的时候，耶稣起来到旷野地方去，在那里祷告。西门和同伴出去找他，找到了就对他说，众人都在找你。耶稣对他们说，让我们往别处去，到邻近的乡村，我也好在那里传道，因为我是为这事出来的。学校耶稣，我们要刻意善用自己的时间。阿门。Together, together.
无论你身在何处，请同我一齐站立，请咁样张开你嘅手，象征从主领受。我哋一齐宣读：我不是我所成就的，我不是我所拥有的，我不是别人所评价的，我是蒙神所爱的儿女，这就是我，没有人能夺去这身份。我不必忧虑，我不需匆匆忙忙，我信靠我的恩友耶稣。并与世人分享他的爱。多谢各位清楚。古代举行了一场盛宴，有可能在当时最富有最著名的白沙撒王摆设的，朝中的大臣和白将和不同的诸侯和统治者聚首一堂享用盛宴，连同佢嘅皇后同埋众妃嫔，歌乐声不断，众人大醉，喺度跳舞唱歌，醉中作乐。盛宴继续，更多嘅人参与庆祝活动。突然间有人尖叫，佢哋望向皇宫嘅另一边，佢哋见到，一只手突然喺空中出现咗。当众人极度惊惶的时候，这一只手在墙上面写下了四个字，在粉刷的墙上面刻下了四个字。经文记载，白沙撒他是心意惊惶，双膝是彼此相碰，他就变了面色。没有一个人能够讲解他的意思。尼尼、尼尼、提克纳、乌法尔森，
利利、利利、提克纳、乌法尔辛，他将魔术师、占卜师同埋巫师领入嚟，但系都冇人能够讲解佢嘅意思。读起嚟就好似变事变事，劣币硬币。咁究竟系咩意思呢？通常被认为系巴比伦帝国货币嘅度量衡。白沙撒嘅妻子就话啦：冤王万岁！我认识一个人。大家望住邻近嘅人话：我认识一个人。这人名叫但以理，他必解明这意思。白沙撒邀请了很多人尝试讲解刻在墙上的字，他想赐他们身穿紫袍，是皇室的象征，也可以成为皇室成员，还有项戴金链，甚至保证在他的国中位列第三。但以理最终来到之前，没有人能够讲解或者翻译墙上的字。他说：但以理先知，如果你能够翻译，我会赏赐你身穿紫袍，还有就是项戴金链，还在我国中位列第三。但以理直望白沙撒就说了：你的紫袍、金钱和田地可以归你自己，但我会为你讲解他的意思。当但以理被领到去王的面前，见到圣殿的所有器皿都被玷污，亦都见到墙上面的文字，他望住王就话啦：利利，利利，就是神数算你国的年日，到此完毕。提克勒，就是你被称在天平上，称出你的亏欠来。乌法尔辛，就是你的国要分裂归给波斯人。经文说王当夜被杀了。马代的王和波斯的王夺取了他的国。我们时日无多，是不是？我们时日无多，我们感到时间飞逝，日数、分秒、年月，有时想起都惧怕。今日我要分享人生中重要的一环。作为主的门徒，会有美好人生，就是当我们决定献上有限的岁月和生命给最重要的事上面。当我们想起但以理，总会想到他故事的结局。他一生的高峰就是但以理在狮子坑。你应该知道这个故事的，我不需要在这里讲了。但我们忘记了但以理被扔入去狮子坑的时候已经是一个老人了。我们忘记了他成为了特别的人，是因为他在生命中所持守的习惯。但以理的故事适逢是犹太人被流放到去巴比伦，始于巴比伦人洗劫耶路撒冷，他们从大卫王的王室里面掳走百姓，而这些百姓呢，是大卫相隔了四代的曾孙来。你可以称他们为四位王子或者是四位白将。这四位男士本来是王室后裔，他们是满有恩赐的。他们是但以理、沙德拉、米撒和阿伯尼哥，他们被掳到去巴比伦的巴比伦尼亚。很多故事都是在那里发生的。在四人当中，你见到当中的领袖但以理是一位祷告的人。我相信但以理到达巴比伦尼亚之后，他醒来的第一日朝早就打开窗户，向着在
西面的耶路撒冷祷告，他朝早、午膳和睡前都会祷告的。年轻的时候，但以理已经有很多经历了。他的一生和他一起生活的人是截然不同的。在进食方面，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个金像，是伯沙撒的父亲。沙德拉、米撒、阿伯尼哥和但以理拒绝俯伏下拜，三人被钉在烈火的窑中，但是仍然存活。即使是这样，但以理每日仍然祷告三次。经历过每一个朝代、梦想、神迹、高低起跌，但以理每日朝早都会打开窗向耶路撒冷祷告的。每日中午他打开窗向耶路撒冷祷告，每日晚上他都会打开窗向耶路撒冷祷告。最后你会见到但以理被钉入去狮子坑的时候，他已经是年老的了。虽然他年纪老迈，但是比以往更加之刚强，他晋升到高位。你会发现我们的习惯是有大果效的。我相信但以理在晚年作出的见证，是因为他所一直持守一套生活习惯。我们不知道所有习惯，但肯定他每一日早午和晚都祷告，这个习惯也令他陷入困境。那些总督一直嫉妒他，以及想要铲除但以理，以致他们能够以世界的规则玩弄权力。但以理却是不会参与这些权力游戏，他如常在早午晚去祷告。所以这些总督就说了，大王让我们立禁令，你是神，不拘何人，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明或向人求什么，就必仍在狮子坑中。王同意了，他们就捉但以理和钉了他落狮子坑。但是他们不知道，出于他的习惯的果效，但以理不在狮子坑里面，而是狮子在但以理的坑里面。他一生满有力量和智慧，皆因他的习惯。我们在圣经或者人生中见到的每一个伟人，都出于他们每日所做的小事情的结果。每个出色的运动员、思想家、领袖，都是有自己的习惯，习惯改变他们。我们以为成功的事业、成功的人生、成功的事工、成功的教养，通常是因为一次好时机。耶稣显然是有自己的习惯。我喜爱我们的拉比耶稣，他喜欢独处。我找到艺术家柯格雷这幅画作，我喜爱这个画面，请播放一分钟。耶稣开始传道之前，曾经在旷野独处，在那里被撒旦试探，在四十日里面昼夜没有进食，生活在神的国度里面。他拣选门徒之前，他去了独处。当他最亲密的朋友和亲戚施洗约翰被处决之后，他去了独处寻求主。施行其中一个伟大神迹之后，他以少许食物喂饱五千人。他依旧上山去和神独处。独处是耶稣的习惯，背诵圣经是耶稣的习惯，是所有犹太人的习惯。所有小孩都要背诵摩西五经，即圣经的头五卷书。你见到主和门徒皆是以此在属灵争战里面得胜的。他们这样开始，就好像耶稣被试探时所说的，经上记着说。当他们这样说的时候，他们并没有在个袋里面拿出经卷或者圣经，他们熟知，因为经文在这里，亦都在这里。
经文已经在他们心中扎根和结出果子了。耶稣亦都习惯去圣所和会众相聚，他会教导，有时是会聆听，他会和朋友和家人相聚，和他们一起擘饼祷告和向主感恩。我们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，对不对？了不起的人来，历史上最伟大的人，然而他亦都有习惯在生命中实践出来。我相信他深知道事工的德性部分是归因于他人生的习惯。这个就是难题，是不是？我们的一生里面没有太多时间，我们没有太多时间，而且我们大部分时间习惯了要做很多事，使到自己筋疲力尽，以致我们只有少许额外的时间，我们变得筋疲力尽、贫穷，或者不会感到身体好，或者以上全部都是。有没有人全部都是的？不用举手，大家都是这样。所以时间真是我们最宝贵的东西，我们最宝贵的东西。我们的时日无多，不需要先知来告诉我们，我不需要某人望着我说你时日无多了，好好善用吧。我内心有一份催迫在这里，每天都在提醒我，伟鹏没时间了，要好好把握，即使你是年轻也没剩余太多时间，人生苦短。我们都明白是要好好完成是重要的。当我们在天家回望的时候，会说我的人生美好，皆因我们每一天都做的小习惯。你给我看你的日程，我就会显示你的将来。你给我看你每星期在这里做什么，我就会显示你人生的境况。时间是我们最宝贵的东西，很有趣，所有人都有这样的感受。即使在我们成为时间的资本主义者之前，时间、历法和时钟对我们来说真是不可思议的。历法涉及到很多的范畴，对不对？谁记得 Y2K 啊？公元2000年，当时我是读高中的，我是很害怕的。但是感恩一位好牧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当基督再来的时候，没有人会知道是什么时候，记不记得啊？我肯定当基督再来的时候，所有的人都会说，你知道吗？基督还没来啊，然后砰，就在那时候临到。所以历法让我们看清楚世界。我不知道关于时间和时钟会怎样。几年前记得海拿、我、卓德和希利一起参加在德国的聚会。在回程之前，我们在布拉格休息了几天。它可能是世上最美丽的城市。我相信这一张是希利或者卓德影的相片，这个是海拿和我在世上最古老的天文钟前面影的。所以天文钟和普通的钟是无异的，但是他们补充在钟的顶部可以见到这个钟是怎样运作的。布拉格是美丽的城市，非常神秘，充满了波希米亚风格的城市来。我对这个钟有很多联想，但是当我们回家之后我病了。我们挂念一些朋友，就发送了这个视频给他们。你好啊，朋友，我病了。我尝试感觉健康的时候是怎样的，我患了流感和发烧，是在布拉格感染的。有没有人记得我的感受啊？当你病的时候会有很多时间去思考的。当时我想起那个天文钟，看真的很有趣的、哦。当天文钟响起的时候，有这些可爱的东西，有天使、国王等等。然后就见到骷髅，是啊，代表着死亡的。每次当天文钟响起，正在提醒你，你刚刚失去了人生的一小时，是死亡的响铃声，提醒你
当当谂到啦。当时我想起一位艺术家，各位，他了解很多人是活在焦虑当中，不单止是关乎死亡，还有时间，不单止是我要死了，而是我会渐渐变老，无论今天我的年纪是多少，都是不会再永远是最年轻的，是很可怕的想法。所以我们就应该要正面做一个可能思想家。是修士发明时钟的，知不知道？修士发明时钟前已经有布时器了，但是修士发明了机械钟，跟我们今天所使用的最相似，不是为了知道时间，而是为了记得祷告。钟是来自法语 clock， 意思是零，所以修士一日很多次设定他们要祷告的时间。想象一下，如果我们没有时钟会怎样呢？试想象人生会有几不同啊。如果你没有了那些滴答滴答滴当当好了，这一切只是想说明你是会担心时间流逝，但是如果你将时间奉献给主，就不用担心时间流逝了。你的人生是你习惯的果效，如果你将时间奉献给神，他会赐给你时间。当养成生活习惯的时候，会改变我们的未来。唯一的方法能够正面创造不一样的未来，就是现在就要改变你的生活习惯。所以实践安静和独处，安排时间去操练，用时间去背诵圣经。如果有触动你心的圣经的时候，就要背诵。你会发现能够向自己和别人背诵经文，是会开始改变你的生命和观点，会让你的人生充满力量。关心教会的会众，委身在教会是很重要的。神要我们每个星期相聚一次，我们应当这样做。我们应当认真实践，不单止去听神的道，看看如果你来到教会但是睡着了的话，我完全没问题的，来吧。信服主，跟他的子民相聚，彼此祷告，或者上网收看，我们暂时没办法聚会，但是可以在网络上相聚的。对你的家人和朋友委身，如果你已婚，安排二人世界之夜。如果你已经有子女，每个星期拨出特定的时间跟他们一起，一对一，一起散步，聊聊天，还有一起吃饭。确保你自己明白，如果你想改变事业，你的人生，你的家庭，特别是与神同行，你必须要改变习惯。写在你的日历那里，包括了每日，和每星期需要改变的事，你会察看到对生命里面的恐惧是会渐渐离开。我可以很肯定，你交给主之后，因为你会改变习惯，以致会改变你的未来。我想你知道你所做的比你所想的更好。我要激励你，神掌握你光明灿烂的未来，神要你听到这个讯息，我相信会改变你的人生。我们爱你主，你已经给了时间我们，我们要献回给你。我们祈求可以用时间来荣耀你，还有我们的家人、朋友和邻舍。我们爱你神，奉基督圣名祈求，阿门。
愿主赐福你，保守你，愿主用脸光照你，赐恩俾你，愿主向你仰脸，赐你平安。奉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之名，阿门。多谢你收睇《权能时间》同埋对我哋嘅支持。今日我哋祝愿各位朋友母亲节快乐，我哋爱我哋嘅妈妈，你哋嘅养育之恩同埋教导引领我哋喺生命做美好嘅事。我哋嘅妈妈牺牲咗自己，每一日只系为子女有更好嘅成长，我哋为此非常之感恩。我哋爱你，因为你鼓励我哋喺开心同埋失意嘅时候，你真系我哋伟大嘅母亲。在此仅代表每一位子女，我衷心多谢你哋嘅教养，请你知道神爱你，我哋爱你。在圣经诗篇第九十篇第十二节，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今日四位彭牧师的信息是珍惜我们的时间，他鼓励我们用多些时间放在人生里面重要的事情上面，培养好的习惯就是每天向神祷告，学校主耶稣实践独处，有安静的时间去亲近天父，背诵圣经的经文，去教会崇拜，同埋同家人同埋朋友有好嘅相交。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当我哋培养咗呢啲好嘅习惯，人生就会充满咗神嘅能力同埋智慧。人生苦短，我哋在世嘅日子有限，让我哋珍惜岁月，特别系与神、家人同埋朋友嘅时间。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权能时间这个励志电视节目，每个星期在无线电视明珠台播放，逢星期六的早上10点钟，同埋星期日的早上8点钟，你亦都可以在网上同步收看 MyTV Super 或者是 www.hourofpower.org.hk。 今日是母亲节，愿神的爱和祝福与你同在。我祝愿所有的妈妈每一天都充满喜乐，身体健康，母亲节快乐。神爱你，下星期在无线电视明珠台再见。请下星期再次收睇肖惠柏牧师要带给你盼望的信息，权能时间。肖惠柏牧师好想听到你的分享，请写信给我们。直至下星期，请记住，让你的盼望而不是伤痛来塑造你的未来。